单讲一句话。第一个三块，我一直很怀疑，上面你画着五块，你看那圈圈有没有？三，我那你那个看那个条文，它是要商业区，还有什么公园区，还有社会区，那个叫做 compound sentence， 叫做复合句子。可是我们这个结构啊，要 complex， 记那个寓言，那个带寓言讲，要 complex。complex， 你懂不懂？因为文化里面有讲这些，所以你要刚才你要认真清楚，那个条文是 compound sentence， 啊，做法要 complex sentence， 懂不懂？还有地震这个，你那个捷运呢，可以明天就开始动工。啊，那个商业区，刚才质疑说商业区怎么弄到那个地方，你把它盖在捷运站的上面，像。永春捷运站捷运共构就不会有这个商业区的问题的。啊，你那个地方通通明天开始把它拆掉，暂时弄工业区，公园啊，公园我讲错了，紧张讲错啊，弄创成公园啊，就是上一次那个张茂兰议员讲，你把它练成工地，可是他说市政府说没钱，我买过你招聘南美有什么有钱，600万都拿不出来拆房子，拆800、啊、把那个拆掉。啊，你去南好市长去南美回来有什么效果？你叫他 repeat 的写那个报告 report 拿出来，你去南美访问什么？去见什么总统？我这个不要再讲，他没有效力的事情做很多，啊，我们这些抗议的他从来不来。不是这样子处理问题，我敢讲，反服贸那个，在一个月没有效果，它不是针对一那个问题在解答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问题，我们大道理的他们的报告那些，每次放，啊，甚至于你们那些议员，那个什么审查委讲的，你们刚才那个讲都是屁话。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那些建议，通通交给大道理，交给大道理里长，做成一个册子，你们好好回去看。下一次出来，我们会问你，你第几页这个问题呢？如果不懂，你们年终奖金删掉。好，啊，最后一个，三分钟到，你们要做什么事情？啊，下一次要 step 之前。要大家沟通，好，在议员讲的，好，还有我们那个，好，谢谢，陈议员讲的，好，他们的意见，你们要尊重，不要来家放炮，那，啊，你那个签署的，通通叫他们来，好了，时间，不要只有签署，拍起来，签署，拍起来，如果可以，来，拍起来，时间到了哈，大家活生尊重了哈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捷运局先就他所知的跟大家做个说明，然后接下来真的那个还是请周边的部分，请我们邵科长再说明一下，谢谢。